今天拿了500斤西瓜摆地摊，出摊喽。我们今天除了拿西瓜之外，还拿了其他品种，现在带你们看一看。小编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种还有售卖价格吧。行，这是西红柿，各种颜色都有，都是卖5块钱一斤。这个是大西红柿，现在便宜了，5块钱一袋子。然后这个葡萄是最近新下来的品种，15块钱一斤。悠悠。对，这是博洋牛腰卖3块钱一斤，这是博洋9号卖2块钱一斤。这些西瓜还是卖2块钱一斤。新鲜，看一看。采摘的。小妹啊，有没有压力啊？有一点，但是没事儿。现在天气热，吃西瓜的人还是挺多的。20块2，收20。啊，西瓜有2个了，要大要小的？3个西瓜，34块1，34，20，34，一共54。送货上车。今天天公不作美啊，原以为只是阴天，没想到现在下起了大雨啊！看看地面都打湿了。来2袋8块，来吧，几个下雨我几个躲。哎，2袋8块吧。2袋8块处理了。慢走。看西瓜。26块4，26块钱。27块6，送货上车啊！29块2，29块钱。一言不合就开打，两斤在闹脾气呢。斗鸡。已经快12点了，小贝说我做饭好吃，让我回家做饭去。你自己在这边看着行不行？行，你走吧。小贝摊子那边好像围满了人，一下拿了2箱。25，30，35。大货，这么多，138，慢走。刚可忙了，你一回去做饭就可多人了，摊子都围满了。我不在这生意就好是吧？是的。来，赶紧吃饭吧，快点。饿了都。带你们看一看，我回去这一趟小贝的战绩怎么样？西红柿卖了4-5盒了，大西红柿啊，就还剩一袋子了。卖最多的还是这个葡萄，今天第一天上。结果那一筐全部卖完了，就剩下这些全部在这里了。小瓜卖的也多，博洋6幺就还剩4个了，博洋9还有一小堆。西瓜卖的应该是最多的，但是量大看不出来。那边一大筐还有2小筐全部空了。除了你看到了，还有预定的呢。你看，这都称完车付完钱了，一会儿过来拿。你也太能干了。西瓜2块，17块7，17块钱。拿下来呀，慢走。18块钱的，好，慢走。又来生意了，2.8块，下号回来的。啊，10块7，10块钱，那我们有好的。都是付的那个。给他什么衣服？来，5块3块，你收你5块。你要再3块8块钱。大爷都跟他出散回来了，还挣钱了。今天挣了多少钱啊，大爷？150。哦，一人150，怪不得都是50的。西红柿好卖，你就给上了5袋子。手术都是手术，34块8，收34。又拿2个西瓜，27块6，又27块钱。慢走。拿点什么？16块2，16块钱是吗？好，慢走。啊，这边上人了。好了，就10块30块钱，一共35对吧？慢走。54块8，56块钱。这一箱44块3，收44块钱。20块2，20块钱，慢走。5块5，5块。慢走。10块6，收10块钱，那个5块15，一共。慢走。慢走。10等位吧。慢走。本来想着今天下雨，应该卖不了多少的，没想到卖的还可以啊。天快黑了，这条路上也没什么人了，咱们收摊吧。可以啊，现在带你们看一看，我跟小妹卖的还剩多少货。西红柿就剩4盒了，那个都卖完了。葡萄还剩点，小瓜也就剩那一点了，西瓜剩的多一点，但是西瓜能放，可以放个2-3天都没事。也不多了，就还2盆了。应该不到100斤了，这些都是空筐。又到了跟大家汇报收入的时候了，刚才我跟小贝简单捋了一下，今天生意还可以啊，我们挣了400块钱左右。就是平凡又努力的一天，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收摊了。